我可以找死。哪来的臭管？敢管我的姓甚？找死！叶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心，这些年没许你和我女儿。你都知道了。爸爸，你真的是我爸爸？孔道，是爸爸。原来是那个野男人呀！这听说自己女儿要死了，还哭丧是不是？我警告你，好好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是江城四大家族之一。别让人警告我！我管你是谁，今天在我叶开面前，是虎你得跟我握住，是龙你也得跟我盘着。你，小龙没事吧？啊。别害怕啊，我去找医生啊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没有手术费谁会救你？这个臭保安不是你。彤彤别怕，爸爸请的医生马上就到，做完手术彤彤就不难受了啊。医生，你女儿都快死了，还有心情在这吹牛呢？我请的医生确实马上就到，兰心你放心，等一会儿医生到了，彤彤就会没事了。叶凯，现在不是吹牛的时候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手术费给我付了，行不行？可现在光是把你献给我，跪下来求我，不可能。看来你女儿撑不了多久了。我跪求你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我求你了，你把你救出费给我。林心，你让我不吃亏，我不会怎么办？他们是你亲生女儿，就这么狠心？就是，叶凯，到这种时候还守着你那男人的尊严干嘛？到底是跪还是不跪？是，你跪，我希望你能够一晚来承受我的羞辱。你不是很有能耐吗？还不是乖乖的在我面前求饶？叶凯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能救我女儿了吗？不能。小爷我现在没有心情了，不想救这个野种。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你不是说叶凯给你跪下，你就答应救我女儿了吗？周兰心啊，周兰心，你是天真的还是愚蠢？你。不是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女儿吧！平白无故花200万救一个人，今天你不陪我去救病，我真的很能帮你。不巧，休息。你这个没钱没本事的废物，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是，还敢在这说话？谁说叶先生没本事了？白管家。有事被耽误，在下受他之命前来支援。快，快去给我女儿做手术。是。叶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兰心，这费洛找来的医生年纪一大把，一看就不靠谱。这不是把你女儿往火坑里推？兰心，叶明一是起死人又白骨，我相信他能治好彤彤。你们快去把彤彤送手术室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啊。干什么了？王馆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羊，非要拉着孩子做手术。这就是在医馆出了事儿，可解释不清呀。这怎么？谁让你那么大胆？你们有没有行医资格证？我有没有行医资格证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？这次要不是你师傅，他看着一点也不像名医。行善名医，自己质疑的吗？现在可以用你的手术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我这边竭力支援。
林鹏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彤彤在休养数月，便能痊愈。谢谢医生，真的谢谢您。叶先生，任务完成，在下就先行告辞了。你慢走。叶开，你听到没有？彤彤没事了，太好了。彤彤这段时间还需要静养，不如我们把她送去乡下调理一段时间，我让我妈好好照顾。也行，女儿的身体最重要。彤彤，彤彤乖啊。兰心，别舍不得了，彤彤只是去疗伤了。李凯，这次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彤彤是我们的女儿。对了，兰心，你明明知道我是谁，为什么告诉你和雪娇两情相悦，我也不想横刀夺爱啊。兰心，我是把孟雪娇当成了你，我才娶了她，直到她出轨我才知道真相。我现在已经跟她离婚了，从今以后我会保护好你们母女的。当年救你是我自愿的，也是我自己擅作主张生下女儿的，你不用为此感到愧疚。是兰心，我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请到夏明医的？兰心，其实我是叶家的大少爷，我知道彤彤病重，我才特意请了全城最好的医生。我和你说认真的呢，叶家可是江城第一大世家，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的，你能不能别吹牛了？兰心一时半会儿恐怕接受不了我医生，还是先偏个理吧。夏明医济世救人，医者仁心，我今天恰好碰见他义诊，跟他说了彤彤的情况，他才过来帮忙。哼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这废物有多大呢。莫强，我女儿大病初愈，我不想对你动手，吃点香就赶紧给我滚蛋。你这废物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什么？找不到原材料，项目停滞，我们要向海家赔偿10亿的违约金。兰心，什么情况？应该是孟雪娇的诡计，目的就是让我周转不过来，卖掉公司。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调查清楚。喂，白管家，兰心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大少爷，兰心小姐被孟雪娇设计，如今面临巨额罚款，正式工人停工也在闹事，我在现场维持秩序。夏明医到了吗？嗯，已经没事了，你现在往周氏账面上打款10亿，立刻。是少爷。兰心啊兰心，这个废物他运气好能请来夏明医来义诊，但是拿出10亿他恐怕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你终究逃不过我的手掌。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坑兰心。叶开，你是个废物，三番五次和我抢女人，找死。叶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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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！兰心，你公司的事我已经处理好了，钱马上就到账了。叶开，你连给你女儿花200万治病的钱都拿不出，这10亿你还想拿出来？可笑至极！恐怕今天我要让你失望。我才懒得和你这穷逼废话呢！兰心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这钱马上到账。你也不想出价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企业毁在你手上吧？安心，你不需要委曲求全，钱很快就到账，谁也威胁不了。叶开，你不要胡闹了，10亿也不是你说拿就能拿出来的。什么？有人给公司打了10亿？